在摩梭女儿国泸沽湖之畔，太阳神的怀抱之下，在北纬27度、海拔2500米、青藏高原东南缘、四川省西南大凉山深处，深藏着大自然最纯真的馈赠——岩缘苹果。离太阳很近，离城市很远。大望果园，采高原天地之灵气，西白灵山下日照之精华，用天然淳朴培育健康之果。岩缘是世界公认的7项生态指标都符合苹果生长的优生区域。大望果园坐落在大凉山岩缘县龙塘镇龙塘村，距县城12公里，交通便利，常年光照充足，四周万亩森林环抱，空气水源纯净无污染，土壤富含有机矿。果园总面积达1600余亩，果树种植面积600余亩，林下养殖区1000余亩，果园现有果树1000余株，年产果200余万斤，拥有3500平米洞库及多功能厂房，是湖光山色之间的世外果园。大望果园是岩缘苹果核心种植区域之一，是远离城市住户的独立果园，是全国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，是岩缘县苹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。苹果品种多样涵盖，其中主要品种为红将军、中秋王、红富士系列等。果园采用高山溪水灌溉，全年是用高原纯阳粉，自然生长，天然成熟，纯有机标准生产。所产苹果肉质细脆，糖分含量高，酸甜适中，色鲜味美，香气宜人，品质上乘。蜀山若水之间，勤劳朴实的岩缘果农用时间和阳光、风霜和雨雪培育出一颗颗具有高原特貌、营养充足的脆甜苹果。继南方丝绸之路的传承，大望果园因地制宜，人性化的运用原生态种植方式，发展出了绿色无公害的生态之路。果园种植的无公害绿色苹果远离工业区和居民区，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生态食品的安全通道。大望果园为了把好品质关，每年都送检第三方机构做好农残检测，保证每批次苹果的绿色健康，让客户吃得放心安心。四月的花香，九月的蔬果，林下鸡跑，鹅吃草，黑猪肥美，瓜果成林，鸡鸭成群，这样自然生态的世外果园生活，既是大自然的馈赠，也是大望果园的用心经营。大望果园养殖基地现存栏生态鸡、鸭、鹅、黑猪等1000余只，禽类养殖以林下放养为主，全自然生态养殖。未来大望果园将进一步完善基地建设，建立健全以苹果为主、多种水果共同发展的生态产业链，完善种植、采摘、筛选、储存、加工及销售一体化生产模式，将建设成为囊括水果栽种、畜禽养殖、采摘观光为一体的新型复合型生态农场，成为大凉山里的
一颗自然生态明珠，泸沽湖畔果香大旺，梁山氧吧生态大旺。